好啦，咁又讲咗少少上海嘅女仔啊，你又有故事要爆。唔系，即系我就听我嗰阵时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扑街老细讲嘅。咁、啊、你个扑街老细即系我扑街老细。系啦，咁、okay. 个上海女仔咧，嗱，的确就系咧，啱啱识佢或者拍拖嘅时候就好温柔嘅。系啦，咁但系咧结咗婚以后咧，好听闻咧就会变咗另外一个人。惊唔惊啊？伯奇，你同个上海女仔结婚噶？你惊唔惊讲出嚟啊？吓、啊，唔系冇呢啲咁嘅事，即系啦，即系我只不过系，即系我听闻系咁样样。系啦，头先我讲多少少上海女仔之前咧，讲翻头先阿 Win 最有兴趣嘅北方女仔先。咁北方女仔咧，咁唔单止哈尔滨，哈尔滨就系东北啦。咁东北以前就系、是、即系我怀疑可能地啲东北女仔咧，尤其是哈尔滨咧，唔多唔少有啲，好似我头先提过啦，可能有一啲俄国啊。可能或者蒙古啊，甚至可能满族血统，咁所以你沟起上嚟比较靓，系、可能有日本血统添，系、真系唔出奇，日本血统。你统治过噶嘛？统治过唔短嘅日子添。系啦，咁蒙古女仔啊，阿 Vin 你有冇涉猎过咧？你讲内蒙古定蒙古？内蒙古啦，内蒙古啦。古族你个涉猎过嘅意思系可唔可以有冇认识过？有深切地认识过。咁啊，好似把酒谈欢，把酒谈欢，捉紧嚟，捉紧嚟。好似咪但系内蒙古都系个呼和浩特啊，唔包头低。即系你见到嗰啲女仔嘅感觉就即系。你唔会觉得嗰啲系女仔咯？即系嗰啲衣着打扮系一个大妈或者农民，即系喺呼和浩特后生女嚟嘅。我喺呼和浩特试过一次，即系你当即系一啲唔系你唔使你真系好突嘅，有啲紧张嘅。你当夜蒲友啦，咁样个客户就去即系陈作兴，明嘅明嘅。去食完饭，咁啊食饭嗰阵已经饮咗唔少嘅白酒啦，跟住就话啊 Win 哥 Win 哥阿 Win 经理嚟唱，不如我哋一齐唱歌啦。咁去到一个酒吧，系KTV 啦，即系所谓 KTV 啦。咁啊叫咗几个即系美女啦，所谓美女啦。我想问 KTV。系咩嚟噶 ？KTV、卡拉 OK 入边做咩嘅咧？入边系唱歌同饮酒啦。Oh. 你可以做多嘢嘅，饮水又得，饮汽水又得，都得嘅。睇书又得。系啦，咁啊，入到去唱歌啦。首先嗰啲女仔入到嚟已经哇，即系系。是不是真的一堆嗱？我印象中啊，蒙古女仔系咪全部劳觅雪咁嘅样嘅咧？咁又未去到劳觅雪嘅，但系就。彪悍大只，应该大只，但我又感觉有啲异族嘅风情吓。虾头啊，卢觅雪啊，即系卢觅雪，你都觉得有异族风情噶啦。即系我哋唔系贬低卢觅雪啊，喺个节目里面啊，即系要表明先、啊。我哋形象化咗少少啫，系啦，虾头卢觅雪咁样。即系总之简单讲，就系、是、你一定会弹嗰啲咯，你唔会一班啲出去，再换一班入嚟嗰啲咯，但系。基于有客户会请客咁一齐娱乐，咁啊冇所谓啦，反正又唔会做啲乜嘢嘅，纯粹玩下啫。但系换翻个角度睇，会唔会身材比较好咧？即系身材比较好，好明显我讲嘅胸大啦，吓唔会个肚大个胸咯，我觉得系咁大件事，即系即系可能个长有啲问题啫。入嚟陪唱歌嗰啲，真系系啊，真系陪唱歌。咁普通平民嗰啲，真系全部都系可能我去内蒙呼市，呼市啊，定叫呼和浩特就呼市，呼市应该系一。二年嘅時候，佢都講緊都四年前啦，唔知呢四年會唔會變咗一個上海咁樣啦、嗯。但係以當時嘅經歷，真係好痛心嘅經歷咯。即係如果求其一個香港女仔擺上去咧，就好靚噶啦。我諗應該係內蒙小姐嚟嘅啦，已經係。咁去到唱歌，唔記得當日仲即係一路大家唱歌啦。咁、那個女仔嘅角色係乜嘢？入嚟只不過陪你斟下酒，咁同你合唱一啲歌。嗰啲歌咧，屌、哦、真係未人聽過嘅，咩有一首。都系王杰同埋咩嘅，我记得叫咩祈祷你唔知乜嘢，屌叫我一齐唱，哇！我真系完全未听过有首咁嘅歌。系咪整蛊整下啲人？嗱，呢大地风可以人，哎呦哎呦哎呦！唔系嘅，真系时代曲嚟噶，现代曲嚟嘅，但系真系唔识唱。跟住我谂住，哎，啲气氛有啲沉闷啦，不如话我就问佢，哎，有咩要晒钟啊？攞个骰盅过嚟，大家玩下。仆街问翻我什么先晒钟？咁你到时你喺我跟住我就做个动作俾你睇。喺度摇下摇下咁样，冇识佢话佢从来冇见过一样咁嘅嘢咯。咁听个蒙古女仔系一个福嚟嘅。佢系咪以为你想佢帮你打咩嘅啊？打咩啊？系咪啊？
真的很明白啊。没有这首歌啊，这首没这首歌，没识中这首歌、啊。喂，好啦好啦，咁头先呢阿 Vin 提过呢，即係呢啲东北女仔或者北方嘅女子啦，咁身材比较高挑，即係或者大隻啦，比较肥啦，或者好啦。咁我相信好多听众呢又等緊我哋讲边度靓。冇讲靓先，仲系讲边度个胸大？边度个胸？嗱，我问翻个专家先，阿 Vin 你点睇啊？我唔系专家，我唔系买胸围嘅顶。边度个胸？胸大又未必靓嘅啫。唔系，我哋讲胸先，即系胸大啊！胸你夹胸大定胸细先？你夹唔睇样？正常咯、啊。你正常嗱，好多时讲嗱，真正认真，要系美感嚟噶嘛？即系都系嗱，好认真真系一个好奇，哇咁大个嘅，哇好得意，可唔可以试下摸一下噶？即系嗰一个纯粹好奇。咁但系譬如你话真系拣个睇得上眼嘅女仔啦，咁应该其实胸唔好太细、应该咁讲啦。咁我又未到太大，我修正我条问题。你哋觉得边个地方嘅女性个身材比较均匀？哦，咁呢个都系有少少系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噶。咁啊，上海我拣上海啊。点解你拣上海呢？上海女仔正常啊，即系佢又唔会话特别大，又唔会话好细。哇，其实好enjoy。其实谂起都大细咧，都系一个美感嚟嘅。咁如果系咁，阿 Sa 就唔使咩啦。我相信啲听众系唔会满意你嗰个答案。阿 Sa 就太勉强嘅，即系佢咁嘅样，佢咁样嘅 cute 咁。即系我哋今日特登请到我哋嘅强国女性专家阿 Vin 上嚟，肥 Vin 啊，即系佢同我讲埋嗰啲咩咸鱼青菜各有所好。即系我哋个节目做唔到落去啊！你再好大谦虚，骨精拜奇，你都系一个专家嚟嘅。咁你又觉得点咧？我讲重庆。嗱，我重庆系啊，我完全唔需要谂，系重庆四川，我重庆。但你好似有啲手过去音嘅。重庆女仔嘅身材系点嘅咧？嗱，有个古仔嘅，系咯，唔系即系唔系古仔嚟嘅。咁话说咧，我就有一次去呢个重庆啦，出差做嘢咁样样啦吓。咁咧，咁跟住咧，当我去到重庆嘅时候，我经过，咦？点解咧？我喺香港见到。八十分以上嘅女仔啦，我唔系诋毁香港嘅女性朋友，即系只不过我呢啲主观感觉嘅。咁、我会觉得香港八十分，即系所谓八十分以上，即系我嘅标准啦嘅女性朋友咧、我谂可能占咗我平时见到嘅约莫一成至两成啦。你去过长沙啫，系啦。咁但系咧，而呢个八十分以上嘅女性朋友咧，我喺重庆咧，我几乎系八九成嘅比例。系啊，咁你喺解放碑附近系啦，啱啱我想讲啦，解放碑咧，解放碑就系类似头先我讲嗰个中央大街，系啦，喺东北咧就是、中央大街，就系、是、步行路啦，西洋菜街啦，咁啊重庆咧有条步行街咧就叫做其中一条步行街就好出名叫解放碑，咁解放碑咧其实我当年第一次睇个解放碑啊，去到屌哇咁就系解放碑，其实是一座碑嚟嘅啫，一但系座碑附近就美女如云嘅，系啦，好多人因为佢附近就等于你去上海嘅南京路步行街。等于香港的时代广场，就是西洋，其实可以似是，就是西洋菜街。其实你当一个步行街啦，即系总之一个即系购物嘅中心啦， okay. 所谓购物中心咁样样啦。咁咧，解放重庆嘅解放碑咧，系中国系闻名嘅，系好出名，就系睇靓女嘅地方。系啦，但系唔系个碑闻名，系啦，好似我边头先讲啦，系附近系出名多靓女。点解出名多靓女呢？因为重庆。是地灵人杰，哇！听落好吸引、啊，系咯，听咁夸张咯，我觉得八旗系一定喺重庆发生咗一啲事，所以不停同重庆女仔卖个重庆系靓，因为重庆其实即系四川女仔啦。重庆之前是而家重庆是直辖市嘛，之前是四川下面的一个地级市嚟噶嘛，咁应该系九十年代就划分咗出嚟，因为当其时有好似有政治考虑，是因为其中四川人太多啊，同埋想重庆作为一个始终佢有一个战略用途啊，点样将佢解放咗出嚟，咁重庆人基本上就是四川人，四川或者你去见到成都嗰啲人，特点是咩呢？矮细嘅，但是就比较丰满嘅。皮肤滑嘅，系皮肤白嘅，所以坦白我一开头节目开头我都话系白净嘅，系白净。系啊系啊，矮细嗰啲人咧，特别你会觉得佢身材系劲嘅，即系大家同一个上围，咁一个矮啲嘅高啲咁争好远。嗱，我曾经咧同啲朋友倾偈，咁其实即系小弟啦。
咁我依一生人入面暂时啦吓，我未死噶，暂时入面都去过唔少地方，即系例如我美国啊、欧美啦吓，即系可能意大利啲出名多靓女啊，例如讲紧意大利啊，食嘢唔系呢个 topic， 食过唔少唔少地方，食物我哋下一集再讲。咁跟住咧，就例如巴黎啊、罗马啲地方都去过嘅，但系咧台北我都去过好多次，东京我都去过，我觉得。最多靓女，最多女睇啦吓，就系、是、重庆。咦、哦，依句说话出自舌尖上的白旗，应该真系有啲保证喎，应该都系可以嘅。我都觉得系可以。即系日本、韩国都唔够。哇，简直唔系嗰个级数啊！呢、這个哇 ，OK 喎、啊。即系如果日本，我当东京啊，如果东京系呢个修咸顿嘅话，系重庆咧。就系讲紧曼联皇马噶啦，哇，正喎、啊，系啊，即系欧联冠军。咁性格咧？性格咧？性格一阵再提啦。易唔易？沟通咧？沟通嚟讲咧，比较辣妹子嘅佢嗰边啲人。咁我哋先讲身材样貌先。样貌身材已经咁正啦。我哋睇个外表先，我哋肤浅啲睇个外表先。唔系，即系譬如我今日我晏昼3点就喺嗰个咩咩碑附近，解放碑系啦，咩解放碑附近咧，见到好多。好睇得上眼嘅辣妹子啦，咁我夜晚想揾其中一个辣妹子同我一齐去 KTV， 有冇可能嘅咧？咁呢个要睇下你嘅功力。我觉得 MJ 得啊，我 MJ 一定得，黎明啊嘛，强个新闻主黎明啊嘛，难嘅，系啦，我冇佢咁戆居咯，我。不过你话重庆或者比较麻烦啲就系，始终普通话唔系咁流行四川话嘛，佢四川话嘛，四川话其实都几坚持去讲四川话。你一个重庆人同一个重庆人互相去沟通，一定系讲四川话。咁包括我同你在内，如果同你大家都喺广州嘅话，我知道你系广东人，我一定同你讲翻白话噶。但普通话都通行噶。你有重庆四川有个弊病咧，经常出现啦。即或者我个人嘅经历就系，你同佢讲普通话，佢答你答四川话咯。Wow， 即系你听耐咗，其实四川话同普通话最主要嘅分别系语调唔同，佢基本上好多嘅音都系发自第二声，系、啦，平上去入嘅第二声，听耐啲你会估到六七成咯，系、不过真系要估咯，你始终国内方言太多啊，即系譬如好似湖北人，你一个湖北人同一个湖北女仔咁，大家一齐沟通，佢都会讲湖北话，系、啦，咁嗱呢个我小弟嘅个人观点嚟嘅啫，咁即系你问我咧。如果强国有咩地方嘅女仔，即系我系推介先，叫大家过去睇，系啦，即系好睇啦，所谓咁、重庆或者四川省都系一个首选嚟噶啦，望下都好啊，系啦，望下都好啦，即系上海、苏杭都系啦，咁湖北我觉得可以。湖北、武汉一带，湖北唔系都系大只嘅咩？湖北唔系，湖北都系属于偏娇小嘅，系啊，始终湖南大只，唔会都唔会，湖南、湖北喺我嘅。定义啦，都算系南方噶嘛。OK， 因为譬如或者有时每个人唔知道我真系唔呢个真系冇研究过。其实南方嘅所谓即系国内嘅所谓南北方啊。但系有时咧，我自己定义就系冇供暖咯。即系譬如而家嚟紧冬天啦，咁啊湖北基本上冇供暖嘅，咁河南系有供暖嘅。咁所以咧，何谓供暖啊？或者用少少讲讲啦，就有暖气。咁咧，如果你冇供暖嘅地方，好似譬如广州啊咁样，你要自己装个。空调啦，将个空调机可以制热嘅，咁啊经过呢个空调机发啲热气出嚟，但系你经过空调机发啲热气出嚟，嗰个热力系唔够嘅。咁、如果你北方所谓供暖咧，就系佢可以通过一啲气管去排啲热气出嚟，咁就会非系好冷热添，唔系一般嘅暖气嚟嘅。咁、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划分南北方咯。咁、南方譬如头先所讲嘅湖南、湖北啊。四川、重庆啊，呢啲绝对都系南方嚟、根据维基百科都咁讲嘅，秦岭淮河先。啊，淮河都系一个，淮河就系供暖、淮河以北有供暖，淮河以南。我哋唔好讲供暖住啦。我哋你想讲三温暖啊，或者啲咩温暖嘅？咩系三温暖啊？咩系三温暖啊？问翻奇啊，你有咩睇法咧？即系边个省咧系推介，但系大家去睇下咧。其实我自己啊，即系如果作为欣赏嘅角度啊，唔系涉换嘅角度啊，咁我觉得呢、這个我认同重庆嘅。如果涉换角度咧？涉换角度，我比较。
你啲朋友嘅经历啊，讲下你朋友八旗嘅经历啊。譬如我想讲朋友 MJ 嘅经历咯，都可以嘅。边度啊？边度啊？重庆啊？全国都可以嘅。推介咧，推介咧，冇乜时间啊！推介边度？快讲，其实三二一，唔准谂，即刻答。讲把咩推介？好啦，咁咧呢一次就差唔多啦。咁一阵间嗰节咧，我哋都会叫阿 Vin 啦，即系即系继续问佢我哋即系有啲咩推介啦，有啲咩小 tips 咁样样嘅，系啦，咁三场爆咯。好，下一次翻嚟再见。好，